没换颜色呀？啊，忘了。一下打骸骨，两下，三下，哎，啥眼？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平 A， 闪现平 A 接点炎，让你不带闪现。我要被赶克了，快快快快快！我100%要被赶克，沉默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完乌里尔来了，怎么说也不来，就是孤儿，就是必须得被赶克，这兵线就让人卡在这里，这是很。再见。任何事情都A summoner has disconnected. A summoner has reconnected.下，两下，三下沉默，起，平 A。你的灵魂像是虚空的石料。我有点害怕这乌迪尔啊。好像能打，好像又不能打。起，沉默，一下，吃个小饼干。哎呀，炮车又没补着。现在有个问题，卡米尔要来了怎么办？我决定吃完这个车我就走了，这个小兵我不吃了，我容易死，我走了。
我就买一个药其实就行了。这把我们就纯右了啊，纯右了，纯右的话这把是没什么问题的。那卡密人100%去中路找小法，回来了，这波就不吃小兵了。沉默，刺儿，平 A 起。我不住在床底下，起。先插个眼儿吧。我已经有点无敌了。沉默，再见吧亲爱的小卡米尔，我要在这里回家了。再见，那蓝枪啊，就跟他妈的就跟那脑血栓似的。我搁在这跟他要，跟人要了能有10圈啊！这个逼在那打河蟹打了1年。然后我点的，他给我打问号还。完了跟我说我死了怪他，行。你还没完了呗。你是有病是吧？真是恶臭，刺儿，起，刺儿，点烟，刺儿。刺儿，又回血了。回家吃他也不吃取关，那肯定吃他也，别着急。只不过我这大招吸力有点长，先回去出点装备，先来个水银海，小冰心儿吧。
就是世界。我谢谢你的大招。十秒有大，但是他的 buff 吧还得115秒，时间有点长，我说实话。我有60秒的冷却时间。无敌尔，这一幕我怎么好像见过呢？我们不能追啊，刚才这一幕我见过。20秒，无敌人在这儿呢。算了，这蟹不打了，把红拿了。那如果蓝枪死了的话呢，我们就不需要用上大招了啊。走，往下走一波，看看什么个情况。漂亮啊，减速的。这妮蔻怎么回事？这么狂吗？这妮蔻那算了，我吃一个吧，回家出我们的冰心儿。冰心儿出完我们直接巨型九头蛇吧。这捡西地不就够了吗？有捡西地了啊！吃蛤蟆，吃蛤蟆都不用用大招吃的哇！那蛤蟆去走过去吃去都行。把这打了 A 一下，哎对，
我搞旁边呢，没事。这乌迪尔出的行啊，涡轮炼金罐不错呀，给我起飞。打 buff 来不及了，我吃个红吧。这么狂吗妮蔻啊，这么狂吗？狂成这个样子吗？见着我不走，哎呦我，简直了。哎，回家。蹲个女警其实是可以的。发蓝枪，沉默，起飞，沉默，起飞，不行了，不能打，寒冰没虚区，来，可以打，兄弟，小炮，给我收，小炮。Nice， 小炮。你们打吧，我去吃波野怪。我干哈呢？我扛伤害呀，我就负责右不就完事儿了吗？我看我吃几个小兵，我都吃六个了，我吃六个小兵，不太想再去拿着去吃兵。小龙吧，我吃红就扫一层，不合适。你往这儿走，他没啥虚区，其实。沉默，刺儿起，刺儿，沉默，刺儿，撕，刺儿，沉默起。怎么回事？这跑的也太快了，算了吧。小龙吧，小炮死了吗？小炮死哪了？呀，女警。拉上来打，等九秒，等六秒，等六秒，我吃一下子。
哎，一千二啊！差点钱啊，差100块呀、啊，差90块钱，给我来90块钱吧。哎呀，这蓝枪不用理他，这是小孩子，没有关系。十点半。咦，反墨刺儿，刺儿，吃。家伙，不让我吃，是不是不让我吃？血，那你一口有沙漏不好吃啊！刺儿，起。有红吧，红没有，没有咋办呢？我这都是吃人呢，我也吃人，能吃700。沉默，哎呀，这死的也太快了，这。我吃。你大爷的！这个减速可是烦死个人了。无敌人搁后边游呢啊！给我挡一手，我走了。哎呀，投降了。兄弟们，给大家结个账啊！